一部荷里活西部电影在康城举行世界首映，吸引大批国际影视名人出席，包括首位奥斯卡华人影后杨紫琼。她以酒红色皮质露肩上衫衬流苏长裙现身，一出场就即刻成为焦点。她更加罕有感一改常见的分界长发，改以平音刘海示人，看上来即刻后生了20岁。她在2002年出席康城影展时，都是以平音刘海的造型亮相。